可可，爸爸今天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，你想先听哪一个？好消息。好消息就是爸爸给你买了一个礼物，过来看。来坐这儿。可可用的玩的都差不多了，你别乱花钱了，要攒钱呢。老婆，攒钱固然重要，因为可可以后长大了还要给他娶媳妇呢。但是吧，我觉得这个可不能省。来，你看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最新款的爱德华护眼灯。家里不是有台灯的吗？这个可不一样，这个是美国著名眼科医生爱德华研究研发的，被美誉为巴尔德尔之光。巴尔德尔之光是啥光？被称为光明之神。哦，就这些啊。这样吧，老婆，我给你来演示一下，你就知道了。其实我买这款台灯看中的是它的近红外加光生物能量，这项技术才厉害呢，即使闭上眼睛也能对眼睛进行护理，而且它的表面采用了银离子涂层，可以有效抗菌，没有辐射，可可用多久我都不用担心了。它还很聪明，即使你忘记关灯，它也会过一会儿自动关闭。还是你想的周全啊，可可快谢谢爸爸。谢谢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不是还有个坏消息吗？哦，对了，你这个买台灯的钱是哪来的？这个我用可可压岁钱买的。嗯，别笑。